高了，孩子高了。或许人姑娘唱得上去呢。你知道现在的零零后有多恐怖吗？超强的唱功甚至可以碾压专业歌手，连韩红差点被超越。你觉得华语乐坛还有希望吗？第一位，夏侯钰涵，阿刁。第二位，徐静天路。那是一条。高了高了，孩子高了。或许人姑娘唱得上去呢，容易劈了。人家童声，姑娘来。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耶，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。哇，青稞酒素又长，会更加香甜。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。第三位，王一成，贝加尔湖畔。多少年以后张雨绮，像梦一样自由。我要像梦一样自由，像天空一样坚强，在这去往万里的路上，体验生命的意义。第五位，汤清景，天亮了。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，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界，不知道